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打破过去超级英雄死不了的印象，不少影迷已开始关心几个未出现在片中的角色能否顺利存活下来。导演罗素兄弟出面回应11个角色的生死状态。导演罗素兄弟向外媒证实，没拍出的角色当中，被灭霸弹指一下确定死掉的名单包括绿巨人正牌女友贝蒂罗斯、雷神系列女战士西弗，以及雷神三当中马特达蒙客串假扮洛基的演员。而在导演罗素兄弟口中确定活下来的角色是蜘蛛侠唯一的亲人梅神、银河护卫队当中出现的霍华德鸭，以及雷神三女武神。但是其中五个导演不愿多说一个字，因为可能会泄露复仇者联盟四的故事走向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